七，那我下一集那个酒店企划说要帮助那个失学少女，然后就是帮助你缴学费，要帮我这一年吗？你说是真的会给你哦？要帮助我缴学费的吗？所以我们就拍了今天这个企划，帮助失学少女，顺便教她开车。这个有点好玩吗？好玩哎、欸，紧张，紧张吗？太紧张了。不用紧张，就是车子而已。太恐怖了。为什么恐怖？不是一样的车吗？因为它比较贵。跟那毫无关系呀。价格太高了。我看你这样子，我觉得赚钱很重要哎，真的。赚钱本来就很重要了。还可以跟你一样玩成这样。没有，我带你去玩就可以了。你不用学会赚钱，你只要学会想法跟听话，就是做我秘书也可以。努力充实自己啊！做我秘书也可以啊。做我秘书，你就是他妈每天都看我这冲他笑，也没干嘛。啊，真的过得太爽了。哪里太爽？我工作很努力耶。这是 QQ， 好不好？今天来帮助他失学少女。好吧，我们就边走边聊天。啊，那么早起来，这感觉不错哦，学校。那、啊、你都上到几点？就打一堂课这样子？就一整天上完。一整天上完了。就待在学校一整天上完。那你算是乖学生吗？算是。所以我才要救助你。谢谢谢谢。对不对？这种感觉来，我怎样？怎么我意气风发的感觉？真的吗？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台南大学，哦，这是什么图书馆哦？图书馆。好大哦。这图书馆也太大了吧，酷哦！你看，没人，很大哎。那、啊、你有去那边读书吗？有啊，会啊，就是考前。哦，看起来越来越优秀了哦。我也只是爱玩的琳娜而已。哦，我也是啦。那、啊、你要走去哪里？我们要走去哪里？现在要去班上上课。啊，我不要，我等一下我们到门口就好了。别别别，美食街等下再去。我们是来读书的。哦哦，不错，那个是老实人。大学生图书馆。哇，好事，好事啊！可以订啊，然后好像可以租借，然后自己放来看。啊，在这边看很好看，那荧幕那么小。不会啊，那还蛮大的吧？这个呢？对，还蛮大的，我觉得已经很大了。又品学金又用，好不好？这奖学金一定要给的，好不好 ？QQ 大学生活，法律系的哦，法律系的。啊，资助他，是学少女补助津贴，他想要求学，好不好？虽然有点不太像，好不好？但他很认真在读书，刚刚有回答老师的问题，要很漂亮看。觉得学校生活不错，就出门带一叠太多。啊！你先来。好。那算算。哦，格格不入。后面是。就赞助失学少女啊。谢谢谢谢。来拍你看。好。谢谢。谢谢。好好读书哦，要加油。好，我会加油。法律需要读好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以后帮你打官司。真假的啦？没有，你有官司吗？不要啦！不，我们是善良的人。记得关注、点赞、加分享。拜拜。